针眼的地方方向一致啊，怎么绣？首先我们选择一格起针啊，然后在中间扎下去。就可以开始绣了，绣的时候把这个底下这个绣上，针脚冲下，然后把下面的也都给带上。这块绣没有一针反针，而且也不用挑线，非常好绣。好，看一下背面的效果，都是方向一致的，非常好绣。